你听我说，我必须要参加演出，要不然，到时候我会拉不好的。甜甜，我不要你什么排练，也不要你什么演出，我想过了，演出也好，音乐会也好，对我们来说已经不重要了。现在重要的是，重要的是你要活下去，人的生命才是最宝贵的，知道吗？ 谢谢你这么关心我，心疼我。我知道你看到我生病，心里非常非常的难过，我也很难过。我也以为我们可以 幸福的在一起，可是我没想到我会生病，更没有想到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堂哥，你应该理解我，我一定要参加演出， 完成我父亲留给我的遗愿，我一定要亲眼看到，我实现这个梦想。大哥，对不起。 医生，他是我们最好最好的朋友，你一定要救救他！您听我说，病人现在的身体极度虚弱，虽然他的各项指标已接近正常，但是奇怪的是，他的意识一直无法苏醒。意识无法苏醒，是不是变成植物人了？啊，是不是啊？比这个更不好，因为病人的造血功能现在已经非常衰弱了，完全靠能量在控制着。如果他一直不能苏醒的话，那么干细胞的移植手术也就无法进行了。那有没有找到干细胞的？有没有？ 我这样的，我看王医生已经累了，要不然让他休息一下。不行，不行，我要进去。堂哥，堂哥，你不可以进去。我没法冷静。田丹现在昏迷成这样，我怎么能冷静下来？堂哥，都是你要搞什么音乐会，要不然他也不会变成这样。他如果有什么意外，我找你算账。 王医生，您说我跟田的骨髓能够成功配对，是真的吗？现在还不能最后肯定，必须再做进一步的检验。你要有思想准备，可能还要抽你一次骨髓。没关系，我能挺得住。我很奇怪，你把骨髓捐献给你的同学，那是好事儿啊，应该得到表扬嘛。可是你为什么要瞒着你们的同学呢？ 这是我应该做的，我就是不想告诉别人。
王医生，请你帮我保守这个秘密好吗？甜甜，你快点醒，你听见了没有？你回答我，甜甜，甜甜，甜甜！你叫什么叫？ 求求你们了，你们让我安静的陪甜甜一会儿，行不行？啊！出去！出去！行了，咱们先出去吧。好了，你别拉我，他可什么意思嘛？我们是最好的朋友。 他约之后，他一个人难过，这种时候你既要装作作有什么用吗？师哥，我问你，甜甜她会不会真的醒不过来？我看她这样真的好害怕啊！咱们都别乱猜，让甜甜好好的安静休息一下，我们也冷静冷静。我知道你肯定能听到我说的话，你知道吗？自从我们认识以来，我最怕你受委屈掉眼泪了。 梅子说的话是对的，你一定要挺过来啊，要不然我也会生你气的。因为我们的爱情才刚刚开始。甜甜，睁开眼睛看一下，爱情魔图上的字。 已经越来越清楚，天天想你，你知道吗？我送你这爱情魔豆，就是想让你天天想我。可你现在这样子，怎么能天天想我呢？我求求你，只要你把病治好，什么条件都答应你。 干什么？哎，这是重症病房，谁叫你拉琴的？对不起，医生，我知道医院不能拉琴，可是我有一种感觉。 我觉得通过琴声可以把甜甜医治唤醒。胡扯！这位同学啊，你要相信科学。难道你的琴声比我们这儿的仪器还管用？医生，你就让他试一试吧，就试一下好不好？是啊，医生，说不定会有效果呢。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。你是护士长，你应该知道如何护理病人吧？这是重症病房，不是疗养院，简直是胡闹！把他们赶走。哎，你们都听到没有？快出去吧！ 王医生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让我试一下吧。我了解甜甜，我知道最后取得对她有多么的重要，说不定会发生奇迹呢。我求求你了。这个很难呢。王大夫，制度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我看这样吧，我们所有的人都走了，就留她一个人在这里啊，可以吗？王医生，我求求你了，就让我试试吧。 你留下，你们都先出去。哎，谢谢你，王医生。请你也出去。
走吧。甜甜会醒过来吗？不知道。可是我听别人说过，如果昏迷当中的人听到亲人一直在呼唤，还是会醒过来的。可是你们不要忘记了，这些都是特殊的例子，不是都管用的。其实我心里也没底啊，但是我已经做好了为你们写检查的准备。相信奇迹会发生的。甜甜的病情现在已经得到了初步的控制，但是我们还是要尽快的做干细胞的移植手术，因此病人必须得到完全的休养，不能再从事任何脑力和体力活动。没问题，我负责看护好甜甜。王大夫，您刚才说要尽早的进行手术，那是不是现在已经找到了合适的骨髓呢？这个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，还要再做一次干细胞的化验，在这里也请你们谅解。捐献者不愿透露自己的姓名，但是他已经在捐献证书上签字了，不需要任何经济补偿和名誉上的感谢。这么说，甜甜她有救了？我现在无法肯定地回答你，因为结果还没有出来。虽然理论上讲，配对的干细胞的移植是治疗再生性障碍性贫血的唯一办法。一旦验证捐献者的骨髓与病患的相符，那么还要看手术以后的具体效果。这样的病例很多呀，配对的干细胞移植到病患的血液当中，仍无法融合，那么最终导致的是病人造血功能的彻底丧失。你不出国实习了？哥，你说我能走吗？现在我一定要留下来帮助甜甜度过这一关。人的生命力真的是很顽强，你也亲眼看到了，甜甜能够在精神中恢复她的意识，这就说明了精神的因素是多么的重要。坦克，我希望你能够坚强起来，因为只有你坚强了，甜甜受到鼓励，她才会更坚强。哥，这些我都知道，但你知道这有多难吗？心在滴血，却要在他面前强颜欢笑，的确是很难，但是你只有去面对。坦克，我现在才发现活着是一种幸福。当绵绵的琴声把我从黑暗中唤醒之后，我一时之间都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。说句笑话，
我还以为自己在天堂呢。怎么了？你怎么不说话了？堂客，我想跟你商量，我还是想要参加演出。不行，医生已经明确规定了，要养好身体，随时接受骨髓移植。汤克，我会接受治疗的，我相信我能战胜自己。只是，你不应该为了我，放弃出国实习的机会。我们来个约定好吗？一年之后我们再相会。到时候你从国外实习回来，成为一名正式的外交官，而我也从学校毕业。我答应你，以后无论你到哪里，我都跟着你到哪里。不，我要始终守护着你。你不想要你的事业了吗？如果你当不成外交官，你会后悔的。我不希望我们将来的生活中有阴影。你说呢？我知道你很担心我。你放心，我不会死的，因为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。你也是，一定要成为一名出色的外交官，为你的家族争光。甜甜，答应我，答应我，你不能死，因为我们的爱情刚刚开始。同学，你也不让你的同学过来陪你。你们同学间的友情那么好，真让人看了羡慕。不是这样吧？谢谢你。谢我们什么呀？请你们好好照顾我的同学。谢谢你，让你不分心。你放心吧，好好休息。干嘛爱情魔豆了？是不是爱情魔豆产生奇迹了？我希望能够有一种魔豆，能够焕发出生命的活力。你女朋友生病了？啊，她马上要动大手术了。你真是不幸，先是失恋，后来好上了，女朋友又生病了。可你应该相信，爱情魔豆会产生奇迹的。只要你虔诚地把祈祷词印刻在爱情魔豆上，你女朋友就会恢复健康的。这是真的吗？如果我祈祷，我女朋友的病就会好起来？信念是可以传递的，只要你坚持信念，你的信念就会传递到你所爱的人身上，这叫心心相印。堂客，你带我到这儿来干什么？信念是可以传递的，我要把我的信念传递给你。我唐甜甜也真诚地祈求，如果人的一生真的是由命运来支配的话，我听从命运的安排，
我只是希望，我用我的信念，能让我所爱的人知道，他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，他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。如果我不能在他的身边，我也不希望他悲伤。我怎么能不悲伤？怎么能不哭泣？尽管我们的相遇是命运的安排，可那也是多么不容易的事。甜甜，我求求你，为了我们的将来，你不要离我而去好吗？将来没有遗憾，请你不要放弃出国的机会。如果你放弃了，我们的感情就会有缺憾。你要相信我，无论你在哪里，我的心会永远和你在一起，永远不分开。唐甜甜病成这样，你还决定出国？至少，你也等她移植完骨髓再走啊。你以为我想走啊？可是甜甜对我的希望，我不能辜负她。如果我放弃外交官的事，她会更伤心。我相信，我相信她一定会活下去，因为我们前面的路还很长。汤克，你真的相信甜甜希望你出国？玉涛，你不会懂的。我们还会有将来，我们的将来不会有遗憾，这就是甜甜所希望的。我当然希望你能留在我的身边，我害怕，害怕真的再也不能和你在一起了。我不想死，我要活下去。重要。
请你相信我们的友谊，定会天长地久的。所以，你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。一个心生意愿的人，就像你父亲一样，只要生命还有一些尚存，音乐就要继续。谢谢，太谢谢你了。不，说谢谢的应该是我，有你这样的学生我感到骄傲。乔老师，乔老师千万别这么说。对了，阮妹妹怎么也住在这医院？我刚才看见她就在你隔壁病房。什么？说什么？哎，妹妹。堂哥。啊，你来看甜甜啊。她现在好多了。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堂客，你一定要好好的对甜甜，知道吗？我相信你们的爱情一定会美满幸福的。我真心祝福你们。怎么了？怎么看起来病殃殃的？你怎么可以现在出院呢？别胡闹了，回病房去，我们马上就要给你做手术了。我知道，但是我已经下定决心，明天我一定要参加音乐会的义演，然后再回医院做手术。你想过没有，如果在演出当中你倒下了，就会对做手术造成很大的风险。我都已经考虑过了，即使冒再大的风险，我都要参加演出。只有等演出结束，我才能够安心的做手术。但是，在演出过程中，你必须严格听从我们的安排。一旦你感觉身体不适，那就立刻终止演出。王医生，你疯了！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你要对你所说的负全部责任。我会负责的，主任。王医生，谢谢你，真谢谢你，王医生。哎，梅子，今天去看过甜甜了吗？嗯，她还是希望能亲自参加演出，我心里挺矛盾的，既希望她来，又怕她身体支撑不住。是啊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听说乔老师也去看过她了，她也希望甜甜能亲自参加演出。他说如果错过了可能会后悔一辈子的。乔峰说的对，甜甜不应该放弃演出，只是我们大家都无法预测命运的安排，况且他的身体也撑不住。哎，林州师哥呢？啊，他去火车站接甜甜的妈妈了。甜甜的妈妈要来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他不想让他妈妈知道，想瞒着他妈妈。可是林州认为做移植骨髓这么大的手术，应该让他妈妈知道，所以就去火车站把他接来了。来，同学们安静一下，我代表我们四个，非常感谢同学们，感谢每一位能够为了我们的同学唐甜甜，来参加这一次主题为“关爱生命，颂扬生命”的主题音乐会。我相信今晚大家都能发挥出自己的最高水平。好，让我们为了庆祝今天晚的成功。鼓掌吧。好好演出，是你的梦想。我会的。
伯母来了，唐伯母来了。甜甜，甜甜，妈。你看你都病成这样了，就不要上台演了，好吗？啊，我一定要完成父亲的遗愿。好吧，妈会在台下陪着你，好好浪，啊！我会的，快去吧，快去，婷婷，你不给我。首先，我非常感谢大家来观看这次的音乐会。我们的愿望是，用我们的演奏，用音乐来关爱全中国身患白血病的大学生们。我自己是一名大学生，也是一名白血病患者，所以，我清楚地知道，那些正在与病魔作斗争的大学生的处境。他们还很年轻，幸福美好的生活还在等着他们。我们希望全社会来关注他们，用我们的爱心关爱生命，颂扬生命。甜甜，你的演出一定会成功的，我听你的话，暂时离开你，但是你也要答应我，一定要等我回来，因为这是我们共同的约定。我们演奏的第一首曲子是我父亲创作的二胡协奏曲《生命的光辉》，但是他没有创作完就已经去世，后来是由林鸠先生把它创作完成的。我希望大家能和我一起向优秀的作曲家林鸠先生表示感谢。军事准备救援，千万别紧张啊！别紧张。有请我们的指挥乔峰老师。
坚持住，我相信你一定能坚持住的，因为我们的未来一定很美好。一年之后，我们的约定一定会实现。血色素太低，需要大量输血。喂，血库吗？我们医院的 RNH 阴性血型已经用完，请你们赶快派车送来，起码要1000cc。不是，叶小姐，为什么我们的血不能收？我是 O 型血 ，O 型血的人不是什么的人都能用吗？我也是 O 型血，你抽我的血救他吗？不是想救我救救你了？我们这有很多都是 O 型血，你抽谁的都可以。对啊，大夫，求求你。对不起，我告诉你们，不是所有的 O 型血都能输给这种病人的。病人是 RH 阴性血型，这种病型的血型的人是很少的。护士长，我的血型是 RH 阴性，抽我的吧。好，护士，赶快带他去准备。真的太谢谢你，你救了我的女儿。